好，你们都准备好了吗？呀，十分钟卤肉饭吃到饱，奥运便宜。OK， 卤肉饭。好，三、二、一 ，Let's go， 开始。Rina 超快，快吃。Rina 吃完一碗，那你吃一碗，弟弟吃完一碗 ，Rina 吃完两碗。Go Rina， Go Rina， Let's go， Thank you。代表美国的 Rina 现在吃完两碗半，南港代表一碗半。Dicky 也是一碗半。Rina 吃完三碗。浇汤到饭里面，超聪明的。时间，加油！爱吃七碗 ，Dicky 六碗半。Rina 来到第十二碗，加油！时间过了四分钟，一起来到八碗。倒点汤匙饭，弟弟跟 Rina 都讲很聪明。Rina 来到第十三碗，十碗一碟哦。干
东豆吗？第九碗了。五碗肉。Rena 是三碗。太恐怖。Go Jackie。艾里斯第九碗。Dicky 第九碗。加油。Thank you。目前艾里斯第九碗。Rena 第四碗了。Do you need to stand up? Do you need to unzip? Oh my god. Rena 速度稍微慢了一下，慢了下来一点点。不会超过40碗吧？吃完40碗就结束了，我们点太早碗了。现在要七分钟。Rena 吃第十五碗，艾斯第十碗 ，Dick 也是第十碗。加油，加油！现在大家在跟罗焕奋斗。你想要停脚再追加吗？不要，我们直接结束了。好。Rena 第十六碗。艾斯第几碗？第十一碗。有。艾斯第十一碗。艾斯第十二碗。是吗？挂了。我们可以多快吃个40分钟，每次吃完三个人也是。